如果架车配备了电动车尾箱门系统，你就可以调节车尾箱门开启的高度。首先在主目录选择设定，然后选尾门，在开启高度选项按控制器，你就可以调节尾门开启的高度，再按控制器确定，尾门的开启高度一共有5段高度设定。